圆冲，别离太远，千万别离太远，你这个物件不能离太远，不离近了路。我是。欢迎何铁。来，欢迎老铁，谢老铁送来的礼物。欢迎老铁，
欢迎老铁，不行，不行，这面还是不行，我还得换一面去，还得换个面去呀，不换个面。在这一面
简单，我都看着倍儿简单。我那里头乱七八糟，你就看着吧，倍儿简单。你他妈，我都要这比这个还多点东西。尖椒是松，尖椒。哎，对对。发条，你发条发来了那个，碰着过应该是吧？这玩意儿避免不了是吧？发上去个词儿，避免不了啊！会发呀？我会发。他不会发，我也发。我会发，我就是没太大的根。你相信我都发了，欢迎老弟，发条，呵，这高度正差不多啊，哎。
你在底下搭了什么？这儿吧，没事快点的。好，还得发，还得发你过来呀、啊。再叫发过来。加好友，买啊！就是爸爸，买我新买的衣服。修车啊，修这个三轮儿，我操，一修完坏了这三轮儿都。那修，这块来，这块贴去。行吧，这卡不到了，操！学徒要不要？学徒需要吗？爱情的梦想。我要当地的，我也不要外地的。要做框架跳可以的，做不了啊。
烫的慌，哈哈，他妈烫的慌，非常烫。这谁？这啥子？没伸手指是？哪那么发不烫的慌？他猫烫的慌呢。现在还热了。你小的劲儿，没有那么大劲儿啊。啊，捏出来，今天摸一下，好像，你好，你好，老铁，戴手套，烫的，宝宝吃饭没？吃，还不吃饭？早吃完了，老铁吧？早吃完了，烫的我。啥是猫？
好热乎，对，好热乎，猫不了啊。欢迎老铁。别把沙破了，操得了，赶紧把你拉光光。我也是想聊的时候用的，平常我根本都不用的。嗯。欢迎老铁。我仨没了，要是。咱还五十多个人，还五十多个人啊！这玩意儿真快！欢迎老铁们，老铁们还接着挖腿子行吗？啊！嗯。好热乎。新车轮大。嗯，我看看，在这个位置，站在这个位置，我挪进门。呵，边吃饭，边吃饭看热闹，看热闹，别老看热闹。来吧。感谢加入啊！好，好可怜的49个分儿。今儿对吗？今儿对哥，你也都不对，哪有八月的？没八月的。发的快吗？哎呦，发的不快啊！啊，发的不快。发的，你发的肯定是不快，因为我看你把那个尖儿都发糊了。尖儿它是垂直的。我发完条啊，都是尖儿跟那个口儿是垂直的，它破了。哎呦，啊，怎么了？好嘞，这么多人。我发回去以后，一共发了20多只嘴的，那回发了20多只嘴的，这回发条。上班那儿来了。真快呀！那个样板儿拿来了吗？卖了。你呢？给干掉了。干不掉。干掉了，瞎画。真快呀！
真白我牙齿。点吧，欢迎老铁，不卖货也不卖货，干活，干活他不卖货。Thank you.
对，我才半天好不好？
他就是的嘴子、啊、感谢雨过天晴送出的这个姻缘何等啊！感谢加入的老铁啊，给点点小爱心，咱们争取突破，直播间争取突破一千人啊！吓我！咱们给这个年轻的老木匠点点小爱心啊！我一百多人了。啊，感谢这个
高手老铁的关注，感谢关注。咱们现在正在制作的是这个他地儿的腿子，他地儿的腿子，香蕉腿，香蕉腿，娃香蕉腿。感谢龙腾万里老铁的关注啊！加剧了，没有，直接被他挖下去，直接挖下去，挖下去，挖下去，提前往外出一点，提前往外出一点，提前拐一点，再挖一下，对，提前出一点。啊？早就了解了，行了，我给你挖。这急掉。等一下，你急点我。等一下，你急。妈妈要拐弄拐过来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去可以拐。还弄啥那个？我这打不进去，背着肩膀起不来。啊，这个事儿。啊，这个找你了。妈妈想来个自己。老木匠说了，手指头不齐干活不得劲。感谢老铁的关注啊，二百多个，有一半是从那手指头进来的。上回拍封面的时候，没那俩手指头拍上，你忘了？真的，那是永远的痛，是吧？都是眼泪啊，这肯定是新手，看着都怕怕。这个不是新手啊，这是一个年轻的老木匠。点一波小爱心，老铁们，反正点这个是闲着。感谢老铁关注。感谢连赞。这是小木匠，不长胡子不叫老木匠。他有胡子，他都不抓了。一条换新的了，这就是个新锯套。感谢叔叔的灯花。
感谢紫俊汤的点赞，紫俊汤就是我，紫俊汤就是我。你怎么不说有手机号就行了？感谢老铁，这个环节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这个环节。哎呦！脚底下弄干净，一般没啥事儿。啊，对，脚底下肯定没干净，这个没有什么危险，这个环节没有什么危险。
I don't know.
他女人啊，感谢关注，别看主播年龄小，主播也是北方地区首屈一指的木工。谁看着我？谁招惹？谁招惹我？硬招惹？招不招好？怎么了？挺帅气的，还怕招？怕啊！招我想我什么？想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没事。招惹我？养人啊，不是他说的话，当时我说的话，他那个没说话。谁呀？进门的。不是，他说那个注意安全，不要管观众。哦。他以为你说的话了。叫嘛名？曲阳南山篆刻。我哥呀，叫嘛篆刻？曲阳南山篆刻。真的老铁，是高老铁。28亩田庄，你能帮我做一张八仙桌吗，主播大哥？我是四川的。行，我那个需要定做啊。那个你私信他就好了，私信那个主播就好了。350。350个人。我是350个人。我说的就是定做，那个你可以私信那个主播，可以私信主播，等他下了播之后，他会恢复你。等他下了播之后，他会恢复你。同意的恢复。现在正在剧上干活的这个就是这个主播木匠蔡宝，就是他。好的，谢谢，不客气，老铁，不客气，你私信他就可以了。点亮一下小爱心，把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人数往上走一走。
啥料这是？这是缅甸花梨，烤花梨，大国紫檀。给人做的加工啊，你们，这就是给一个自己村里面的做的加工，做的加工，加工桌，拿塑料，有塑工，这份贵了。感谢各位老铁的点赞，点一波赞，然后让咱们直播间的人数往上走一走。谢谢各位老铁啊，加油点！感谢魔幻水晶老铁的关注。感谢往事如风，我很喜欢他做工风格，我也是木工，不过我做的是工地高层建筑木工。哦，廖姐，你们那个挣钱呢？我们这都是做 home 家具的，我们这个都是榫卯结构。
感谢点赞啊，感谢各位老铁的点赞，然后咱们再走一波赞，然后让直播间的人气往上再顶一顶。感谢加入啊！老铁们给菜班点点关注，今天一百个，欢迎老铁，老铁们给，然后涨了几十，嗯，看不了，再出来看。欢迎老铁们，老铁们给菜班点点关注，给菜班点点关注。这是叉鸡腿儿，还起馅吗？哎，大娘，来这儿了吗？没来过。这是上操场椅子腿儿啊，没来过。叉鸡椅子腿儿完成了，这给别人做的加工小凳子有卖吗？你私信彩班有小凳子，当然视频当中的凳子没有，视频当中的凳子没有，但是呢，咱有，四腿八扎的。懂了吧，老衲，四腿八扎的，这咱装车。这得装车，这叫马蹄腿儿。这叫橡胶腿儿，这不叫马蹄腿儿。马蹄腿儿，咱是平时做。桌子餐桌用的，这叫橡胶腿，做工不一样，它是斜网板的，它不是直网板，就是不是垂直的，是斜的。我快六点了，帮的我看一根脚筋，咱们在操场好吧，咱们在操场上吗？我哪知道？你没看见？我没看见，他专门去演的，我看你。哎，他多一个。都没错，我寻思马太忙了，没了吧？没了。装车。哦，你开车来了，哈哈，咱上三个去。那你，哎，我看三个。来上台呀、啊！我连这料挡上去了，小三个往上立台子行吗？也行，那就。把那个那两头的石肉啊放上去。放不了，下一趟。行。我这边。推小三这儿。违规没不？我们四川叫象腿儿，象腿儿不对在一起吗？它的形状像香蕉。
不在家。外加工嘛，这就是外加工，这就是外加工。八叉是什么？我给你嗓着，您录吧。四头八叉，我拿一个。带炸度，它这是压板，不是网板。我说网板，老铁们应该听不懂有的。压板，压板带炸度，它不是垂直的。你看我嗓子多费劲，往上嗓，这倍儿正大了。会开总共都100多米啊，得200多米，得200多米啊。好，我小本子快，知道吗？19天下班，19天下班，没给你，没给你闹玩。练车了吗？练了。宝宝打能人，可不，宝宝打能人，嘛都会。宝宝可是能人。去雕刻去，这个不雕刻。雕刻。在那儿了吗？在那儿了，你现在咋回来了？啊，回来了。在这边吃吧。让你老九，不在这儿。人家出个。你看宝宝出门都带着一卷卫生纸，宝这家伙，怪掐的嘛！你寻思干嘛？怪掐的嘛！擤鼻子用，老怕感冒，一干活都感冒。嗯。怎么？嗓小声，嗓有个小吃。你看宝还会嗓小吃，我能了。他结婚了吗？他结不结婚？那个，你们给说媳妇儿怎么着？偷摸，偷摸干点事儿。干嘛？偷摸干点事儿。说你，说你拿卫生纸。今天没用啊，这个。拿着，拿着，把那个，把你挖下来，那个也拿着，那个有用。这个。啊。拿着，这有游泳，你能我出那个小子，有多是够长吗？快到十，有人相中了，相中了尽管私信啊。嗯，妈呀，撂头子？不是。对了，撂头子，老铁们有没有腰的？啊，撂头有没有腰的？这个贵呀，这。嗯，这撂头都是5万块钱一顿买来的，达不到5万，4万多一顿。4万多一斤买来的和45000块钱，和20多块钱一斤，两块一斤的话，等于是这两块20多块钱。嗯，好。没了。10啊10。能用这还一个。小子都这么，通过我们俩椅子，小子，还得出一遍小子。有人相中了，都沙木的棉花，棉花。我给你扫着，给你拿着吧，你自个儿扫。老汉推车，老汉推车，都沙木头比吃肉都贵。缅甸华丽啊，大国姿态。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家具上面，别老集中在菜包身上。拍他一顿，一会儿我把菜包给你上车，上车，你们拍他就行了。他就是主播。开车了，快点快点，开车了。弄过去。摁过去，没有车，再摁一下。看啊，菜包哥弄上去了啊！别吹牛逼了，别砸着啊！我操，这有劲儿啊！卫生纸别忘了扫着。
啊，我得上播了。你们跟菜包上车吧，我们跟菜包上车。这是妈的，这是没鬼了。欢迎老铁们，老铁们菜包的腿子这么多裂痕，这裂痕你得看那个，你别找我呀，你找那老板去，找那老板去。我们村那个给我们自己村做的加工，自己的锯不拐弯，我那锯它不拐弯。这不是全平的是吧？嗯，这不好。嗯，老铁们菜包，你给菜包点点关注吧，咱回去咱接着直播行吗？这还六点半。这才拿到哪儿啊？六点半给老铁们直播。等俺过个十天八天，我俩一块给你们直播。零起十家。别拍卖我，拍卖我不行。欢迎老铁，太费料子，看了吗？那一堆都是45000块钱一吨。这料啊，当然这个还可以用啊，这可以用，这绝对的好料。这个用着就费一点劲，当然也可以用。你这是带料加工吗？对，带料加工。包是忙着手里活，哼着心中歌，转的猫爷爷，整天乐呵呵。哎，包是我的师傅，太费料子。这料45000块钱一吨，我听他说的，不用听他说，其实。看老铁们是棉花吗？是棉花，啊！视频当中有点看着和现实当中有一点差别。这根腿好几百，实打实的说，好几百。老铁们，菜包就下直播了，然后咱们一会儿再直播，因为怕违规，一会儿咱再直播，老铁们。你给菜包点点关注，老铁们，给菜包点点关注，然后六点三十左右，咱还会开直播，老铁们，菜包就下直播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点我回去了呢，老铁们，那个先等一会儿，老铁们，那个明天咱还继续直播干活，明天还会继续直播干活，老铁们，嗯。老铁们散了，下料放大几个毫米，什么几个毫米？看菜板拉的直，看这馅儿，看这印儿。欢迎老铁，板凳支持定做吗？支持定做，有炕桌吗？有现成的，棉花油大味香。就太脆，也不算太，也不是说太脆吧，反正这个是草香味儿，草香味儿棉花，草香味儿，嗯。欢迎老铁，每天几点开播？菜包没点儿，哎，一整天得有半天的时间开的直播，明天还看你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对，草香味儿。板凳大概多少米？你要不私信菜包给你发点视频哦之类的，看一下板凳行吧，大哥。菜包得回家，嗯，让你们给菜包点点关注。谢老铁送来的粉丝团灯牌，谢老铁，欢迎老铁们，老铁们菜包就得回家了，看了吗，老铁们？那些都是上面去掉的，这腿上面去掉的，看这腿，欢迎老铁，做鼻挂不错的，做鼻挂啊，做鼻挂，你们。这是一套椅子吗？这是小椅子，就是肩套里面的小椅子，带围子的那种，
三面围子的小椅子，还有茶几。看你料多好，四面见馅儿。哎，很好。哎，六面见馅儿，这面也见馅儿，这面没毛病。你看这料，这根最好了，这根挺好，挺好。最次的里边。啊。喂。得拉得直一点哈、啊，拉得得直一点，看上面黑印儿，看这黑印儿了吧？上，你说是咱录音处还是？菜班就回家了，你这就交货了，没有，明天还得还得制作十天左右，我这一套啊还得做十天左右，有小料批发呢，批发嘛，小料批发，咱这都是对，录音处。你们要是要的情况下，得等菜包长的啊了，你们长的可不能给你们，长的给你们肯定是这个，肯定得贵，长的，因为菜包的没有别人，几乎都可以用上这一块，看了吗？这样子的可以给你们，这个样子的。一个人怎么喝酒？工费多少？工费大几千，这一套大几千。哪门家？做工费就是把这个做成白茶的状态。做成白茶，你往这儿来呀！行，欢迎老铁老铁们，菜班就回家了，回到家里面6:30左右就给老铁们再直播了，给老铁们展示一下。哎，二哥，给老铁们展示一下这个，我哥，给老展示一下那个六宫灯，老铁们，6:30左右开直播，5000左右吧，5000得多，一天挣多少？挣个小几百块钱，小几百块钱，对吧？欢迎老铁们，我想要小料自己做笔挂，笔架山，可以。你要是要更好的料，咱还有了，这是棉花，棉花。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几块钱一块儿，咱不拎斤，就拎几块钱一块儿，一块一块的，咱不给你们拎斤，拎斤可就贵了。这两块别说去，这两块得有一斤左右吧，这两块得20多块钱，22.5块两块一斤的话，买来的情况下得20多块钱，这两块给你们就几块钱一块儿，4-5块钱一块儿。合适吧，老铁们，4-5块钱一块，不包邮的钱。当然这个东西沉，这个东西沉，不能包邮了，咱这个料咱就不能包邮了。4-5块钱一块，长的不能给你们，长的菜板还得留着做别的东西了，长的要给你们就可就贵了，可真是贵啊，老铁们，长的要给你们。你要是说这小块的菜板得留两块，留几块出这个小的。做小的用，走马线，棉花沉，老板厚道，这棉花确实是有分量，不是说沉水啊，老铁们，这个棉花大多数的都不沉水，大多数的都是半浮半漂，半浮半漂，4-5块钱一块儿，我当时买的时候，哎，你那 VL 的呢？没有 ，VL 的那料呢？污了呢？了。耽误了，耽误曹操，耽误曹操 VL 的料也可以 ，VL 黄坛的，叫红钻纸也叫，拿一块料，这料，紫光坛，这你下完了？没有，还有一些小料，小边边艳艳的没下。紫光坛的料，你们要是想要的情况下，老铁们，我操，真的，一毛没毛动。欢迎老铁们，有小条的下脚料吗？没有，你要是开料的情况下，小条的，拿了，柴火，柴火，柴火上面，柴火那上面，那 VL 的呢 ？VL 的挺漂亮，你要要 VL 的情况下 ，VL 肯定会贵，老铁。VL 的那里头那个，哎，走劲儿的，这不吗？这不条的吗？墨西哥的啊，墨西哥 VL 黄坛也叫墨西哥的红酸纸。发个位置，晚上去拿点儿。这料好，这料好，
哎呦，还块紫光檀了，两块了，紫光檀了。到这了。别找去玩，找去玩可不行。找这玩有地址，欢迎老铁们。有插牌脚镣吗？插牌的脚镣，您叫多大的？听，这不是烧火的，这都可以用。你看了吗？都一扎了，我都可以用啊。这我做我那个小哥的斗拱凳了。缠麻是不是？这个比白扇子的好。好呗。我下回用这个做。你要不留两块？紫光檀的好，你也好。是吗？嗯，料的也好。紫光檀的我感觉哪？沉嘛，这是绝对的沉水。这是最沉的料了。这是沉水的料。比小叶紫檀沉了，这紫光檀。别说比小叶紫檀沉吧，比红大比大红料还沉了。不是大红料，那红三指还沉了。它比小叶紫檀沉去。沉，那是绝对的。它肯定是没有小叶紫檀贵，但它比小叶紫檀沉，它密度比小叶紫檀大，比印度小叶紫檀肯定会沉。这料，一米以内的插盘，一米以内的插盘的，那不叫边角料，一米左右的不叫边角料。院里有狗吗？有狗。欢迎老铁，这还白酸枝，这是块白酸枝。对，你还对，那里有白酸枝、嗯。有白酸枝。有那个雪檀吧。有一块雪檀，但是雪檀都是特别好的。这一块是雪檀，看了吗？怎么样？这两块多少米？你要是全要的话行，你要两块等于是运费的运费挺高。看这花纹，雪面染料紫檀。看这花纹了吗，老弟们？可以看出来吧？找一块。你一块你都不合适，你这一块的这个运费比料都贵，我就告诉你吧，老铁，比料都贵。30厘米长的有吗？30厘米长的不叫边角料，那都是可以用的料。你要是说8-9公分长的，这叫边角料。只要它上了12-13厘米，14-15厘米长，我就可以用了，用这个就可以用。像这种我们都是可以用的，这样的。完完全全的没瑕疵，看了吗？没瑕疵的料，深颜色的总共多少块？数一下，这都给你算上，这都给你算。六面，因为它这花四个面都特别好，四个面特别好，不单单四个面，六个面，看这两面的横截面都是完全一丁点毛病都没有。这块真好，真好啊，这倍好、啊。七块，哎，八块。深颜色的，这也是八块、九块、十块，这里还有了，有十一块，还挺多的。这料还特别贵了，这个料十一块、十二块、十三块、十四块，黑红色、黑红木，找一块。老铁，那一块啊，运费比这块都贵。老铁们，运费比这块都贵。这多少了？刚数着，六块、十二块、十三、十四块，十四块是吧？我看还有吗？这都花扇子了。这块雪檀15块，16块，不错。这块好块，这块是兰花，16块。你一起打包才好了，没有了。你这放是几乘几的，并不是说特别规格，它有三面，看到吗？三面是规格，这一面也是挖下来的。17块，这还有一块，18块，19块，这一块最花纹是最厉害的，快递就可以，多少米？19块，20来块。20块，正好20块，其他的都是白酸。老铁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料钱是，市场价格是多少米吗？现在是20块，给你们全带着不完了吗？这棉花，这是白酸子的，这是白酸子。白酸子，看这一面可以看出来是白酸子。我这没有，基本上没有。我看这一面，凡是有点非常像棉花，看了吗？刚才这一面打眼了，再看这一面可以看出来白酸子。多少米上尺？这都给你带着，这你没用了吧？没用，没用了都行。我应该是有用的情况下，真是没毛病。主要是我挖下来这块白酸子色儿好，这块白酸子纯纯的，这个、都是纯纯的。这有毛病，这有毛病。这块带点毛病，但是它可以出一条，看了吗？这一块毛病出一条，
而且这一块料长，我这一炸22，这就完了，这个不行，多少米上去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没毛病，这个没毛病，没，这都有毛病了，这个有毛病，有毛病不给你们带着了，还要吗？那块儿散了吧，这块儿得，这块运费有点高，太多了，挑的这堆上车吧，我看看啊，这得有30块左右了。这个比平时的料，比棉花什么的要贵啊，这个这料真贵，出车个管子都可以车管子，嗯，出个凿子板，出个什么的，挑的这堆上车吧，我得跟老铁说这个价格，说这个价格肯定是过百了，这是肯定的，老铁们，30块左右了，嗯，老铁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看紫光炭好吗，这么厚，你这块挖的不行啊，你这块拿着出拐钩子的啊！我寻思吓我一跳，那块儿那得多少钱？吓我一跳！看这料了吗，老铁们？8万块钱一吨，是8万块钱一吨。这料的，这是最好的。这料比我外面的那个料要乘以二倍，等于是这一根儿和40块钱一斤，这料和40块钱一斤。这块板子四块料就得。刚才板子不卖啊，这块板子不能卖。这一堆给你们放个漏吧，老铁们，给你们放个福利，也绝对的福利，老铁们，里面有4种材，有棉花吗？当然最多的是那个料黄炭，3种材质，4种，最少4种材质，最多5种材质。里面我告诉你们有微奥黄炭，墨西哥的微奥黄炭，紫光炭两块，那两块紫光炭特别好，白酸酯、雪炭，这是4种，里面有没有棉花菜包没有具体的看。然后这是4种材质，这里面微奥黄炭居多，白酸酯居多，雪炭也居多，紫光炭有2块。朋友刚才那一块大的多少米？大的不卖，那个太难求了，太难出了，木很难出料，那个不卖。紫光炭呢，我们这里俗称叫做乌木，紫光炭料俗称乌木。这一堆老铁们，给你们来个包邮的价吧，除了偏远地区啊，除了偏远地区以外，这一堆158米，158米，欢迎老铁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合几块钱一块，这得有30多块吧，我数一下吧，因为这料贵，3、6、8、11、11、14、17、20、30多了，20条没有。29块，29块和30块左右，158米，给你们包邮。除了偏远地区以外，这一堆料，就来这一堆。我操，有大蚊子。这是紫光炭的，我操他哥哥的！再放一块，我放一块和30块。这都毛病，这放吧。我靠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发个地方发不了。不是可以揭开吗，从这儿？别揭了，那个有用的腿长了。欢迎老铁，木料好，能给我找一块6×6×18公分长的吗？放在里边，乌木了，乌木在里面了，这不吗？2块。你们一听声音就知道，看。没有那么厚的啊，6×6没有那么厚的，乌木没有这么厚的。你要是说别的料，我可以给你找一下。紫光炭没有这么厚的。我操，这么多蚊子！老铁们，你们要是不要的情况下，我可走了，我可走了。我的意思是在家里面找一块6×6×18公分的，没有这么大的料。紫光炭这么大的料太难。太难找了，太难找了，这么大的料没有，因为紫光炭的是炭木，10炭9孔，紫光炭出料率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。这是雪炭啊，雪炭的方子，来给你们加一块，这一块棉花的太大了，棉花的，棉电话里没事，加上吧，这一块没毛病，和30块，和。这一块一点毛病都没有，30块，很多款。这一块得22.3厘米长，
22.4厘米长，我看。嗯。着快炖的当白件儿，那紫光坛那弄不了，紫光坛太大了，那块儿的。这一堆。欢迎老铁，血坛多长？血坛有个是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都没量啊。9.8，10公分左右，小儿子弹没有？小儿子弹，你私信菜板吧。这一块料得有9.8，10公分。拿着，那你嘴拿着。这一嘴我还拿着。选一块白件儿，你们要吗，老铁们？我再说一遍。自个儿在这播吧。你们要，我也得走了。欢迎老铁，这你们要吗？你们要是不要的情况下，菜包得回家了，这个麻烦。拿一个，就我一个把这几个分一下子看看，都分一下子。刚才本来都分着的，刚才是，我告诉你们，这里面有5种菜籽，光这一块是棉花，其他的血坛、紫光坛都比棉花贵，血坛全比棉花贵。墨西哥微奥黄坛，它的名字叫做墨西哥的红酸籽，你看花纹。做包子，这个要出就一块出，不但卖了就这一嘴一块一块。做包子好，选一块白件儿，端的，什么端？一块4米多了。一块4米多了，一块和4米，规格料。咱这都是规格了，你们回去几乎不用加工，想买个稍长点的棉花，这一块别买了，这一块没事，他要这块给太大了，我走，太大了，现在也不了，你们我也走吧，你别走了，那就在这吧，22.5，你买我都不了，我快走，蚊子忒多了，糊了劲了，老铁们，菜玩也回家了。这会儿也回家，你先在这摆着吧，有人要的情况下我得告诉你。行。想买个勺做管子断。做管子断。怎么个断法？断不了这料。这料能断了，我都不服了。这料还断不了。这是沉水的料。这是半浮半漂的了，懂吧，老铁？棉花是半，大多数是半浮半漂的。老铁们走了，108上车，108上不了车，老哥。想买个稍长一点的。哦，对，我腰子还在外头。好一阵，妈把腰子弄丢了。老铁们，菜包，你们要是选一块刚才那一块大点的，选一块选。大点的，走不了了，一会儿，老铁们。哎。你们要是想要的情况下，你这私信菜板就完了，私信菜板就完了。还我这里的棉花，贺哥给你们，要是全要的情况下，你们就别挑毛病了。我这料你们就别挑毛病了。15块钱一块，这么大了。棉花，然后菜板就回家了，老铁们，等菜板回家之后，给你们再直播。回家之后给老铁们在直播，马上啊！为啥不说它的价格呢？那一堆158米包邮出了偏远地区呗。老铁们菜包就下直播了，回去给老铁们在直播，然后就下直播了。老铁们，给菜包点关注。老铁们有喜欢这个木料的，也可以私信菜包，菜包这里也可以开规格的木料。然后菜包就下直播了。重点的，什么重点？撵的来，我拨回去，我拨回去，行吧，老铁，我拨回去，别倒了，行嘞，应该是没有，没事儿。差点没，差点着不了了，哎呦！不行了，老铁们，立不住啊！咱这关播了。
我操！你们都不给面子啊，全开板了，马上就不开了，马上就开腿了。我跟你讲，要用这颗料出窗户腿。喜欢高品质的可以前来定制啊。
感谢点亮啊，感谢小礼物。我得拉料去，我还得拉几个料去，家人们。让我们家老于播，他还不播。回头给你们出段子啊。我先下播了，回头给你们出段子，好不好？我先下播了啊，我得拉料去，下午再给你们开，下午再播，好不好？下午再播啊，家人们。